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波英文，欢迎收看英文好好学。今天英文歌好好学四要来分享一首电影原声带。这部电影叫做《天雷勾动地火》。
天雷勾动地火 Trick 是一部1999年非常小成本的美国同性恋电影，在1999年日舞影展上首次亮相。该片导演 Jim Ford 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，天雷勾动地火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。本身是同志的 Jim Ford 从同性恋的角度来诠释这部轻快的爱情喜剧，故事温馨逗趣，看后给人一种温暖窝心的感觉，不但在影评上颇受赞美，观众反应也极其热烈。该片在美国上映时票房成绩极佳，在纽约甚至场场爆满，但批评者认为该片也有不切实际的地方，一夜情的场所在纽约并不难找。波英文有一次跟一位男性老同学分享这部电影的原声带，但我没跟他说那是部同志电影。那位同学非常喜欢这首歌，且将它放入每天的歌单中。有一天他知道它是部同志电影的原声带后，就再也不听这首歌了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喜欢呢，他说他想到是同志相关音乐就觉得恶心。在此提到这段记忆，是因为一个人的偏见对其行为、决策、喜好的影响是多么巨大，已经到了可以否定自己当初直觉喜爱的程度。不只有性取向或性别，在种族、政治、宗教等等许多的层面，人都有偏狭的歧视与区别的心态。其实生而为人很难避免区别与分别的心理，但练习对自己的偏见保持觉察，进而改变自己的反应与行为，这世界才会更平等与美好啊。因为爱的本质是一样的。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欢迎大家订阅英文好好学 YouTube 频道，也欢迎到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上追踪或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会。